我是九五二七号工程师，即将出发执行检修任务。好的，已为您开放通信权限。根据诊断，反应堆稳定系统出现故障。好的，我们赶紧出发吧。今年是我们的地球母亲开启逃离计划的第52年，长路漫漫，早日回归母亲的怀抱。前方警告！前方警告！ 小 P， 现在换条路，时间还来得及吗？来不及，但我的记忆模块里有过去城市道路的路线，请启动 NGP，NGP 已开启，NGP 已退出。 已接入行星系统，机械已经搞定了。小 P， 系统这块交给你。修复完成，等待重启。报告指挥中心，故障已经修复，发动机重新启动。小 P， 我们回家吧。 转移到行星发动机上了。这次是真的回家了。